中国有超过12500名19岁以下的孩子感染艾滋病毒，但对于他们的歧视却普遍存在。对艾滋病的错误认知使许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被孤立。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健康特使，我们与四位红丝带少年一起开启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旅程。这次旅程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改变观念，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和国家，所有人共同努力，让艾滋病毒感染者，尤其是孩子，不再受到歧视。我们要告诉全世界，关爱也是疗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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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明星和学生们彼此了解，我们特别在日内瓦为他们安排了惊喜的活动。手表工坊组装手表。It's okay,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Be a watchmaker. 关晓彤和王佳分别带着四位红丝带少年一起体验了当地的特色活动——瑞士巧克力的制作。和精密细致的钟表组装，人家都全飞。太好吃了。做完巧克力发现原来我是特别手残的那种人，我会太不适合做手工了，感觉自己。This is beautiful. 吴木也来到了日内瓦音乐学院教孩子们弹钢琴，易烊千玺则带他们一起去体验了如何制作风味独特的瑞士美食芝士火锅。学得很快啊。这四位红丝带少年都是因为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们也都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出国旅行。最近他们从中国唯一一所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成为这所学校首批迈入大学校园的毕业生。带少年受邀前往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并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见面，一起探讨怎样通过他们的努力在中国提高公众对艾滋病的正确认知。
HIV infection is like any other infection. It should not be seen differently. And we don't have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 for maybe malaria infection. Then likewise, there should not be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for HIV infection too. So it has to be considered like any other infection. 我们的生活并不容易，需要接受重重考验。但是有了治疗和大家的帮助，我们现在可以满怀希望，憧憬一个健康状况稳定、再无歧视的光明未来。I therefore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lobal stage to call for all young people, not only in China but globally, to eradicat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nd to give care and support to the HIV-affected people. For too long, myths and misinformation have led to misunderstanding around HIV and AIDS. In fact, people and children living with HIV are n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person coping with another illness. And everyone, boy or girl, and HIV positive or negative, deserves a chance and opportunity to fulfill their true potential. 我希望用我的音乐来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群体里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的事情，让世界充满了爱。谢谢大家。有意思，当时我们就接错，然后后来还认错人，但是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哎呀特别可爱的，就是聊得特别好，然后在车上玩了一路啊，然后就是我吧，主要是我说了一路。第一次见面，两个男生好像有一点比较害羞，这两天冲下来之后呢，其实还挺活泼的。亲切，然后也动人。说出了许多，但是脸上还是挂着以前的笑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纯真的样子。谢谢。希望是一次特别难忘，然后有一种教育意义的旅行。相处的比较多，然后他还比较爱说话，然后性格也挺好。熟悉起来了吗？熟悉起来了，越来越熟了。像他们这样的情况的孩子是有一定的数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去用心来去爱，用心来去包容，用心来去帮助，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中茁壮的成长。